好，看会不会成功。有没有？有了，恭喜耶啦！那是当然啦、啊，我可是还帮他洗过屁股的，而且我帮他洗屁股的时候，他那些黄黄的便便还有沾到我的衣服上，我就很自豪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可是我的战绩呢。”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老公啊，他按摩能力真的很差。他如果去当按摩师啊，他一定会被投诉。所以我没有指望他，我都找专业的按摩师帮我按。Thank you.